楚河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和萧将军去哪儿了？爹，你还记得那年夏天，你帮巫医修院墙的事吗？记得，当时他说院墙年数太久，怕雨季里泡多了水会塌。后来按他说的尺寸，帮他把墙加高加厚那回，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 那巫医杀了个人，就藏在院墙里。啥？就是那个长安来的管刑狱的大官查出来的。我先前以为他没什么本事，就拿闹鬼的宅子这事儿想杀杀他的锐气，没想到他把闹鬼的事查清楚了，问题就出在这墙里面。哎呦，这个大官还说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谁要是说出去，就责罚谁。 那你怎么还敢跟我说啊？亏你也是在衙门里当差的人，还犯这种糊涂。这不是，还没弄清楚。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他万一把咱糊弄了，这事让郑县令知道了，郑县令再责罚到我们头上，那怎么办啊？咱是关林县县衙的仵作。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你可别胡来。等明天我到县衙里探探口风。 看这大官到底是咋回事再说。不管这官是不是从长安来的，不管他是不是管刑狱的，但是他是有这么本事的，感觉他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很透，不能让他在家里久留。他怀疑楚楚了？不太清楚，但是丫头跟我说。 说这大官要亲自去查他身世的这件事情，这事要让他查出来，楚楚就完了，这辈子就毁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带丫头走。胡闹！你把他带哪儿去？你这会儿带他走，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楚丫头有问题。你敢胡来，我把你腿打折了。干活去。 快去！王爷，萧将军，我家跟长安的人家可没法比。不过，这些床上的东西都是新换的，桌椅板凳也全都擦过，你们放心，全都是干净的。大哥。 我与楚楚说几句话，那我出去看看。王爷，你哥哥可真好，你哥哥什么都听你的，你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对的。他不是听我的，他只是自小让着我，让习惯。我哥也什么都让着我，可他就觉得我说什么都是胡说，做什么都是胡闹。你不是还有那位巫医大叔鼓励你吗？ 王爷怎么又提到巫医大叔？难道王爷又要问坠子的事情吗？楚楚，今晚的发现关系重大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对我说实话吗？王爷，你是想问巫医大叔的事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巫医大叔真的是好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 你那块石头坠子，是我父亲亲手做的。这坠子是我父亲与我母亲的定情信物，这是我母亲那块，与你手中那块是一对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坠子时，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有关于我父亲的消息。 这是我找到他唯一的线索，楚楚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坠子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原来王爷从头到尾在意的都是这个坠子。王爷，根本就没有第二次考试，对吗？你从没想过要录用我，把我留在你身边，就是为了调查坠子的事，对吗？你从没觉得我是最好的仵作，所有的称赞和肯定。
也都是为了这个坠子，对吗？楚楚，那你直接把我抓起来审问，用不着用这样的方法来哄我。不是，怎么了，锦月？算算日子，那宦官出现的时间，是剑南节度使谋反后的3-4年。当年的事，一定没有这么简单。父亲不返京，不与长安联络，也不与朝廷在西南的驻军联络，一定与此有关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楚姑娘怎么回事？拜见公主。你干什么来了？哦，公主，陛下记得今日乃是驸马爷的忌日，特叮嘱老奴前来拜祭。哎，小马子，还不把祭品摆上？是，我看谁敢上前半步。公主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还在怨恨老奴没有把驸马爷带回来吗？哼，怨恨？秦公公，你可高抬你自己了，你也配让本公主怨恨？公主大人大量啊，当年若非老奴办事不力，如今安郡王也不必辛苦这一趟啊。西南匪患频生，安郡王轻车简从前去，老奴这心里边可一直惦记着呢。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敢动我儿一根头发，我定让你不得好死。哎呀呀，您看您看，公主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老奴久居宫中，终日伺候在圣上身边呀，您说我怎么能碰到安郡王的头发呀？废话。这怎么，安郡王离京一个多月了，还没有给您报个平安吗？秦公公。我公主。薛大人。怎么，秦公公也是来祭拜驸马的？哦，老奴带圣上来祭拜驸马，可是公主似乎并不领圣上这份情。